你胡说！我爹他是个好人。他要是好人的话，怎么可能把女儿送到妓院来？我不许你这样说我爹。你没有资格，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。 李郎，我敢断定，这事儿八成是那个张玉水干的。要这么说，他肯定就是孟凡平。妈的，这孙子就想干我们走。既然咱们在这住下了，不着急，慢慢查。他腿上的枪伤不能放过，如果他真的是孟凡平，咱立马拿下。 谁啊？我。华子。华子。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李郎。华子，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正好仗着学校放假，我就来看看你们。你们是不是不欢迎我啊？欢迎欢迎，当然欢迎了。春哥，咱们列队鼓掌。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拿着。哎，倒水。哎，好。哎 喝水吧。哎，你们怎么就吃这个呀？啊，不常吃。我们偶尔吃。喝水。春哥，我领薪水了，我带你们去开开荤吧。啊。春哥，你跟华子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李郎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这么早也过来，必须去。走。就是因为你这么大老远过来，所以你跟春哥多说说话。我外面还有点事儿，先出去。 坐吧，李郎，你慢走。好嘞，李郎真是我的好兄弟，吓死我了。春哥，哎呀，兄弟，不能再喝了，都醉了，不能喝了，兄弟。李儿。 我要不抓着那个老孟，我李子倒着血。行了，姐知道了啊，别喝了啊，进来进来，行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快快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兄弟李郎，他喝多了，你照顾一下他啊。我是来还他钱的。你欠他钱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不是用他自己的钱帮我延期吗？我不想他施舍我。哎呀，你这点钱还不够利息钱呢。行了行了，别往心里去啊，你呀替我照顾一下他，只有你我最放心。要是别的姑娘啊。 还不把他当童子鸡一样给吃了，快快快，照顾他，妈妈那儿还忙着呢，啊，好，我走了，啊。李郎，你醒醒！怎么是？ 是你呀！我来还你钱。什么钱？帮我延期的钱，咱俩非亲非故的。这钱不用还，你一定要拿着。能抓住老孟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你就那么恨我爹？对。 我怎么能不恨他？不光恨你爹，我还恨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恨我自己，我真他妈笨呐！你说当初我怎么就能把他给放了呢？孟凡。
三天，我再不抓住他，我是没人。不管你在哪儿，我一定把你给挖出来。你真的是不得啊！李郎，李郎。哎呦喂，这是哪里来的贵客呀？仙姑来迟，失礼了，失礼了。春福堂生意兴隆，不愧是这胭脂巷的头一家啊。哎呀，请问先生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文，文章的文。哦，文先生，您还是第一次来我们春福堂吧？怎么着，今天想玩点什么呀？是清风明月呀，还是海棠春睡呀？哎呀，您放心，一定让您满意的。鄙人此次前来，是有一桩心愿，还望何老板成全。哎呦，哎呀。哎呀，文先生呐，仙姑这一辈子就没见过比您阔气的人。还有下面一层，希望何老板也喜欢。喜欢喜欢，一定喜欢。请。看来何老板对这第二件礼物不太喜欢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办的事很简单，就是要你何老板到期把梦星转成死当，一天也不能延期。嗨，你要包梦星，我现在把他叫来就是了，何必演这么一出呢？照我跟你说的做，要不何老板辛苦经营的春福堂就不一定能保得住。我和仙姑风里雨里几十年，虽然做的是女人生意，可是江湖上有名有姓的朋友也认识几个，请问您是？不要多问，只要你照我跟你说的做，你得到的绝对比你看到的多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我还有第三件礼物要送给何老板。这又是什么呀？地雷。跟黄姑屯炸死张若琳的是同一种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这东西要是喷炸，这春福堂就会化成灰烬。我想何老板，你不希望看到那一幕吧？不希望。我太不希望了。我错，犯不上为那些不相干的人搭上自个儿的荣华富贵。那么这三件礼物我暂时先替何老板收着，到了梦星该接客那天，如果没接，哼，我再把它送给何老板。何老板，告辞。地雷呀，地雷呀！他妈的，这个梦星真是个丧门星。苏老板，何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
是不是孟星出什么事了？来，快请坐。不坐了，给。这是你前段时间替孟星延期的钱啊，我都还你了，都在这儿，您点一点。当初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只要我每月把利息钱还上，可以往后延期。本来呢，我也想帮孟星。 能延期就延期，但是真不知道他招惹了哪路神仙，人家都把地雷轰到我桌上了。地雷是什么？是军火呀！人家坚决不允许他延期，到期必须接客。没办法，要不然我那春福堂就见阎王爷爷去了。何老板，穆信他爹一定会回来赎他的，您就好人做到底，再宽限宽限。苏老板，我求您饶饶我吧！啊！ 我是什么？我就是一妓院的老鸨，我又不是慈善院的院长。您饶了我吧，我担待不起。哎，何老板，何老板，凡平，我终究没有守好东西。 哎呦，师妹啊，找有事儿啊？师兄，之前乡里借的钱现在用不上了，谢谢你啊。这何仙姑还没松口呢，我怎么求她都没有用。哎呦，看你累的，来，进来喝口水。不用了，太晚了。哎，进来嘛，也许。 我能帮你出出主意呢。进来吧，来吧。师妹，我在想，师傅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 你说他走了这么久也不和你联系，这要是不和你联系，就说明他心里没你了。师妹，师傅心里要是没你了，就说明他以前对你的好，那都是假的。我对你的好才是真的。于德水。 我警告你，你最好别过来！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你跑什么呀？你别跑！好，你敢来真的？你，师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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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于德水，你要是再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敢杀我？ 你知道我是谁。 Thank you.
这双鞋你帮我买的，一双黑的，一双蓝的，黑的那双开穿的时候穿破了，就剩这一双。你总是不开窗的，记得吗？因为有一年我得了头疼的毛病，一吹风我头就疼。打那以后，你再也不开窗。 不管天再热，你总在我身边帮我扇扇子。别说了，我求你别说。刘啊，是我，我回来了，刘，是我。范冰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 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其实我不敢跟你相认，都是为了怕连累你。凡平，我不怕连累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 可是你住在这里不安全，万一余德水找上门来怎么办啊？他背着我对你做的事情，他该死一千遍。不说这些了，不说了，范平。不要叫我范平，我是张一水，不是孟范平。可是，你必须改。 给我一点时间吧，在我心里，只有孟凡平，没有张一水。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张一水就是孟凡平。柳儿，在公开我是张一水，在私底下我永远是你的孟凡平。 你记得，千万别错啊！范平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你住在哪里？哎呀，住春福堂后楼边一个小院，我想时时看着梦欣。 你一直替我照顾着星，我要好好谢仙。范平，孟琴现在情况不太好，何仙姑突然变卦，说有来头不少的人逼他，连地雷都上了，还不许任何人接受对他的延期。他把我给他的钱也退还回来了。地雷。 是冲着我来的，他们以为这样，我就会把那玩意儿给他们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啊？我当然知道。我不要他们的钱，我照样能把梦欣救回来。你等着看吧。范平，你现在变了一张脸。 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也没有想到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本来我以为你爹把赎金交清，你就可以回去上学了，没想到你爹也不来了。那没办法，我现在也保不了你了。妈妈，就不能再等等吗？不是我不等啊，我是怕这春福堂出事儿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张嘴都等着我吃饭呢，你明白吗，小祖宗啊？
到底在哪儿啊？何时才能来救女儿啊？爹。华子，我不在，家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妈年龄又大了，身体又不好。等我抓到孟凡平，我就脱了这身衣服，陪在你们身边，过舒坦日子，一步也不离开你们。春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给我爹和关哥报了仇以后，我就没什么牵挂了。你走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春哥。其实我想你倒没什么，主要是咱妈想你。她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发呆，菜都糊在锅里，她都不知道。咱家的锅呀，是坏了补，补了又坏的。有的时候，妈老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问她是为啥，你猜她怎么跟我说的？她说看到了我。就像看见你一样，华子，我对不起你。春哥，你别这么说。我当初执意要嫁给你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。嫁给你，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华子。我保证，一定要让你幸福。哎，对了，陈哥，我送你去警局吧，反正我还没有去过呢。好啊，也让兄弟们见见我的漂亮媳妇儿。走。学费也没有涨，他是我的一个同学，他出了点事儿，急等着用钱。儿子，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娘，你听我的声音，我挺好的，一切都好。但一直是你闯祸了。我没闯祸，娘，你怎么不相信儿子呢？情况紧急，我就不跟您多说了。您不是常教育我，这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吗？儿子，我这一次真的是想救我这个同学，帮他脱离苦海。孟凡平斗，
臭小子，就凭这盏道，想跟我孟凡平斗，早着呢。卖烧饼的今天没来。 真是对不起张大哥，我给您擦擦吧。不脏了，不用，没事。不是，您看您鞋都湿了，裤子也湿了，我还是给您擦擦。不，我说没事。张一水的右腿肯定有问题。如果他有枪伤，那他一定就是老孟。张老板。 张老板，哎，这怎么小哥俩有这闲工夫？张老板，听说您腿伤了，我们来看看你。你的腿怎么伤的呀？没什么，一点小伤，没什么。能让我们看看吗？伤的不严重吧？是枪伤吧？您别开玩笑了，怎么会是枪伤呢？这是。 哎，我说你们小哥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近关心我这只腿啊？对呀，您伤了吗？我们就想关心关心您这腿，到底是不是枪伤？哎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们，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是，什么枪伤不枪伤的？这是，早上我烧开水不小心烫着了，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们是是，烫的是挺严重的。 这是，啊，这我就弄不明白了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竟对我过不去？一会儿怀疑我这个，一会儿怀疑我那个，你们今天必须给我说明白了。我张一水哪得罪你们了？您没得罪我们，是我们弄错了。对不起啊，咱屋里说。好话不被人，被人没好话。当了街坊邻居的面，大家把话说清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，你们直说吧。张老板，春哥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 欺负老实人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张一水规规矩矩的卖我的烧饼，我从不做亏心事的啊！我怎么招谁犯谁了？我，张老板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好好说啊。是啊，邻里街坊的有话好好说嘛。啊，好好说是吧？行，那今天大伙把话说明白了啊。街坊四邻大伙看看，来来来，看看啊。 大伙看仔细了，做个见证。上前小伙子看看，睁大眼睛瞧瞧。是啊，你看这人哪是枪伤啊？一看开水烫，都起泡了都。是烫伤呗？您说我是枪伤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张一水有名有姓，你们去查一查，看我有没有案底。再说了，抓人是警察的事儿。李郎，我们都是做小买卖的，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？我没权利，但是刘春哥有权利，他是警察，怎么了？ 警察怎么样？我就不相信，啊！天底下没收礼的地方了。张一水，你有完没完吧？李老板，能不能少说一句？张老板，这里面呢肯定有误会，您消消气儿，咱们好好说。这就是警察无法无天，欺负善良老百姓。张老板，他们这样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啊。就他们，保护老百姓，我看是祸害老百姓还差不多了。 别说什么祸害不祸害的，您消消气儿，好好说啊。我说你谁啊？干什么的呀？咱们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张老板，行，那你评评理啊！你说句公道话，反正我是不想看到这两人了。你不想见我们就不想见我们呀？啊！你以为你谁呀？天王老子在皇帝啊？他们俩要不走人啊，指不定还发生什么事儿来。这么大个影城，就你一个人的。 你撵我们走，你以为你谁呀你？行，不走是不是？走到警察局去，只要警察能够保护我的安全，你们爱在哪待哪，不干我的事儿。你别给我废啊！李郎，今天这事儿错在我们，我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既然你不想见我们，那我们搬走，让你眼不见心不烦。 那就甭废话了，快搬呗。
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看见你们。好，李郎，我们搬家。春哥，看来我们只能搬到原来住的地方。是啊，春哥，你说那个张一水真的就是老孟吗？现在只是怀疑。他要是老孟，那腿上的枪伤哪儿去了？要不是老孟，那他也太像了。这个人如果真的是老孟，那他也太厉害了。孩子，我原打算等风声过去了，我就把那件宝贝出手，然后带你离开，再也不回这鬼地儿。可老黄这个老狐狸，他只想拿到火神药，然后他就杀了我。孩子，我为了你，爹豁出去了。我要尽快弄到钱，我一弄到钱，我就带你。他要不是老孟，谁又会是老孟呢？哎，你好，请问影城师范大学杨月的钱到了没有？木易阳的阳，对，哪个月呢？越来越好的月。您稍后，我给你查一下。那谢谢您了。哎，好。你也是来取款的吗？哎，家里头火上房了，急等着钱用呢。要不您先来吧。你这学生挺懂规矩的啊。应该的。那你给老子待边上去，啊！边上待着。你别动，这是抢劫！好了，蹲下，别动，把柜台的人统统给你老子拿出来。谁要耍心眼啊？我就让谁先穿上防身洞。快，快点！钱庄的钱并不多，只有几千块钱。就这么点儿，统统给我拿出来！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存钱的少，取钱的多。大爷，你来晚了，你们气死抢劫的！大爷，我们一个月才5块钱薪水，我们可都是过路财神。过路也是神，我也是过路的。啊，您是劫富济贫？让你给说着了，哎，小伙子，来，钱给我装上。不不不，不装。快，装上，装上，快，快快快快，拿过来，来，给我写字。写字，拿笔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快写，拿笔。过来，过来。别动啊！统统跪下，跪下。不是说你，你站着，你写字。我写什么呀？影城大侠，
们写完了。李郎，爹，我写完了。快报警！大哥，万喜龙钱庄刚刚被人给抢了。这青天白日的，谁他妈这么大胆啊？墙上写的是李郎，他抢万喜龙钱庄干什么？难道真的是李郎这小子干的？千真万确啊！钱庄的墙壁上还留有他的字儿，隐城大侠李郎。笨蛋，哪有抢劫还报自己名号的呀？还有证人呢，是师大的学生，叫杨月的，刚被警察拉走问话呢。好，越乱越好，咱们正好浑水摸鱼。罗哥，咱们怎么办？老孟这些日子净往坟地里跑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兴许这坟地里就藏着咱们要找的宝。没了。李三儿，你干什么呀？哼，李大侠，李大老板，李大公子。走吧，跟我上趟警局。不是李三儿，你是疯了，你还神经病了你啊？我没偷没抢，我凭什么跟你去警局啊？哦，钱庄这事儿不算偷，算明抢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什么时候抢过钱庄啊？你没抢过，手别挽过来，滚！哎，等等，哎呀，还耍横的，站住！急什么呀？赶着奔丧啊！出大事了，我要找何仙姑。什么事儿？李郎被警察局的人带走了。说，抢劫万喜龙钱庄，还有没有其他同伙？我根本没抢劫钱庄。那你抢哪儿了？没抢劫钱庄，钱庄墙壁上会写隐城大侠李郎几个大字，我根本就没去过那儿。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李郎，我们在警局共事多年了，我知道你做事儿一向光明磊落，眼里不揉沙子，向来是有一说一，敢说敢当。干嘛在抢劫钱庄这个事儿上婆婆妈妈呢？不愿意承认是吧？是不是刘春儿也参加了这次抢劫？你不愿意承认，就是包庇你这个拜把子兄弟。三儿，你陷害我还不够，你还敢陷害春哥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抢劫了还张狂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不说是不是？不说，你就是承认你自己抢劫了钱庄。你放屁！我怀疑是你抢劫了钱庄，故意在这儿栽赃陷害。我抢劫了钱庄，故意栽赃陷害你，作案动机何在啊？作案动机多了，你这个人厚颜无耻，贪得无厌，贪赃枉法，贪财好色，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。我头一次听说我自己还有这么多优点啊！怎么说？你承认是你抢劫的钱庄了？呸！放肆！我告诉你，李郎，你也知道，审讯的手段有多少，干嘛硬扛着呀？我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要见秋菊。见秋菊。得先过我李三儿这一关。
就算你是招了秋菊，也不一定有空来见。我现在就有空。局座。